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众，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夕的爱情也会无人听。阿边英雄，阿边着兵，最后才知输赢。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就是目睭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由董树林定清的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来看政治新闻吼。这个人呢，伊就是林姓文呐，国民党呐。伊讲吼，买做上计算的这个名嘴啦，吼、哦、名嘴啦，乖，提倡早困早起来。来，咱来甲看内容，这是《中国时报》台北报道吼、哦。这个王王中时民调中心最新台北市长民调怎出炉？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支持度是30.9%。议员落后，郭文特超过7%，但是连的这个看好度赢出近差不多1%啦。前行政院长贾中庭算讲的时阵，啊，民众是看好伊的这个金钱影响力啦。那么连胜文15日回应，持续努力打拼前进，是要争取为民服务的这个机会，不是要比谢人是台北上界算的这个名嘴安尼啦。林姓文长出席台北市不动产中介经纪商业同业工会
工时活动前，被媒体问到对最新民调这个看法啦，伊表示，唔管讲民调安怎，会坚持家己既定伊的这个方向，啊来前进啦。对手高文特提出兴建五万户社会主体的这个想法，连胜文昨致辞的时阵嘛意有所指，伫讲起社会主体，唔是亲像做的孙安尼啊，DRAM 要来冲量。哦，除了量以外，还佫爱有品质啦。如果任何一个候选人愿意深入基层，听居民伊的这个声音，就会发觉讲，兴建社会主体，定定受到当地居民伊这个反弹佮抗争啊。那么，伊表示讲，爱缓解社区的这个反弹，在规划设计上，就爱融入居民的这个需要啦，包括日常中心、托育中心等。未来还佫想要成立类似的这个日韩，哦。这个主体公法人啊，专门的孙安尼啊，负责做公营主体伊的这个营运啊，甲管理，或者是讲委托民间精英团队啊来做，解决到个体被标签化的这个问题啦。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郭文铁每天一透早就召开辅选会议，因为就无聊，伊的这个哀怨安尼啦，无爱伫咧讲啦。早起来吼，不但身体好，还佫会当节能改善风气。大家暗时啊，无多饮酒。泡酒吧，算讲鬼魂啦，会算来到三更半暝，利用你是啊，这个工作对国家人员政策嘛是正面的啦。啊，即卖人你就知，选举也好啦，平常时啊，大家都拢吃喝玩乐啊，你。对不对啦？哎，像那晚困晚起来，哦，所以即马社会问题足多，你家己本身挂医生，你唔知吗？对不对啦？即马即个文明病是有够多啊，你即马才咧提倡讲的时阵呢，早困早起来，无可能的代志啦。台北地区啦，包括的时阵呢，新北市。拢是不夜城的呢，你甲看，三更半暝，车嘛还阁真多呢，是毋是安尼先？即马讲到到底，拢自由化的啊，对毋对啦？你即马咧提倡的时阵安尼啊，早困早起，哪有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啦，都毋是一般，即个公务人员讲，对毋对啦？那么竞选总干事是毋是讲已经按啊？郭文铁透露啦，还佫伫咧讲，但是应该得要决定啊啦。人选是毋是讲超越到这个能力？我爱强调啦，重点毋是伫咧超越能力，而是互补性。昨《中国时报》公布最新
选举的这个民调，郭文铁甲国民党参选人林姓文差距已经扣较近啊吼。我认为讲台湾民众对意识形态大概啊吼拢新啊啦。选举最后还阁是爱回归到民生议题啊来处理。谈到民生议题，日前我曾经反对现行推动伊的这个公共托幼中心。那么伊中心公共托幼费用伤过悬啊！那是现在要设公共托幼中心吼，伊现行法规啊，现行的这个法规吼，建造到启用，爱花费真长的一段时间呐，嘛会花费真侪钱。那是安尼先，甲民阿来争利，吼、哦。因此，伊主张家庭保姆、社区保姆的这个制度啦。哦，这是有关今日阿爷的这个政治新闻，乖甲认的吼。伊的这个民调差距扣近来吼，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吼。好嘞，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下方。